别会他人林家良。讲到我林家良，我是多人家生我一个孤囝尔。从我下要细事，阮阿娘就甲我讲，厝内底虽然还佫有一个大哥，也毋过迄是本来的。迄当阵啊，阮阿娘就是无解生啦，无法度，所以为着要生一个后生来监管阮林家的香火，所以拢听人咧讲分花分花，就邀一个查甫囡仔来，阮老母自然都有心大巴肚，就甲我生出来啊。也毋过嘛是安怎呢？我哦自我下摆细事，啊若看着阮的兄哥服侍啊，做无我下呢，特别插我的肉。虽然阮倒毋是介好囝来讲啦，也毋过。偏偏啊，我是亲生的，是大人疼我，所有赚的钱，包括福星赚的，拢供应给我。因为以后呢，我就是要来上京宴客，做一面官倒转来，供养我林家的门楣。啊，不过吼，我敢若若不是读册了呢，你若讲你兄我弟，这就下坏个性啊。啊，不过不要紧啊，我一直是大人疼我吼，我拢凊彩做，伊就欢喜，透早爬起来。你来无哦，做表面的这个，我来做个后尾，读一了册，互伊看一下，哈，来准备。辛苦啊，辛苦啊，我走啦，这个学生啊，别走到位去啊。难道我后尾去做工课哦，就讲要出无用的，这件事实在外无用。紧嘞，紧嘞，爱紧倒转来，是啊，不然你过来吼，阮阿爸甲阮阿母吼会烦恼我。好生啊，你即摆当作我稳赢的兄弟啊，啊你伫遮哦，我自头到尾拢伫遮咧。哦，我咧找你咧，你找我？对啊，我目睭天金工课都拢做袂哩，有啥物代志吼，咱明仔载再讲啦。等下，安怎啦？要等你要等到当时啊哈，我正好做重要的代志，来，我去冲冲，给我包目睭。哦，小弟啊，啊这大把工课，你都家己做就好啊，啊哪会得来叫我啦？你讲三更透早起来，我工课偌济，我天未光，差不多三点的时阵，我就落场去。你敢知影？我去挂竹笋，竹笋挂差不多将近要五点，爱骑落街来叫迄个姨妈的呢，爱用趁钱倒转来吼，咱咧烧天，啊搁有。到迄个八点钟的时阵，我就爱来去泡茶。啊，我来泡茶的时间也是将近的迄个中午，我拢闪迄个日头泡。我若无哦，两三我叫拍死呢。你甲看，你甲看，迄中昼拢已经过啊，我到即拢还袂食，拜托的啦。我先来食一顿啊饱的，互我食饱哦。你要叫我做啥物工课，我才去做啦。啊，袂得嘞。我讲听一下讲这废话，你做工课嘛是你的代志，时间上你嘛爱家己去安排，你逐天咧做拢固定的，你即马是啊用理由，我叫你磨一两百个咧，我也是亲生的小弟咧，即马叫你做工课是做唔甘愿的就对啊，磨一两百干哪，你敢知影？我是读册的人，尤其是夹笔咧。我若是无专心写字，要来写出一个好文章，你叫我伫遐画板，啊，我是要专心嘛啊！啊，你讲要写字，啊，其实我甲你较看嘛，较写迄几字。字得爱练，练久就是我的。我看了这几字，你甲我管嘛啊？不是啦，我是讲你代志嘛啊！我是讲看会当写较特别的袂啊！你甲我管，先写就讲到遐个，好啦。啊，你即摆才志愿啊？不是啦。你坐下搞我，来，你看搞你来写，我同上司，你都车尾有一个嘛？无啦无啦，我头拄讲的意思不是安尼写啦，我是讲哦，字本来就爱写较济，啊，十字变一百字，一百字变一千字，安尼唔只袂浪费，只会纸甲笔。你甲我管，你赚的钱就是供应我读册写字的啦，我写偌济，你用偌济纸开偌济钱，那嘛是恁拢爱赚来玩。啊！你有当时啊，无咧写字拢乌白画图，你甲我管，你嘛啥啦？叫你换一个梦，我咧一句来一句去。好啦好啦，你连浪费我偌济时间啊！你有听过一句话无？啊！时间就是金钱，金钱就是时间。啊！无好生啊！你即马啥啦？无，我无讲安怎，我昨就甲你讲，我要甲你换梦啊！我换，等换梦较紧个。我出三个三，你还来写吗？好啦。
在跟我目水啦！你说他客气来去变我啊？我白，我哈起来我刮你啦！你跪在那油咖呢？我敢发啥？我敢发落笔？小弟啊，你也出头足济呢？是你出头济，什么出头济？好啦，我牙笔嘞，一边磨磨哈嘞，磨哈金骨嘞，一寸。来啦，紧嘞，就换一个打呀啦。